快看，太阳神就在那座金字塔上。看样子他已经吸取了很多的阳光了，而且他还在四周地上都布满了流沙。我这体重，踏入流沙就会掉进去的。要战斗的话，只能你去了，小僵尸。我打不过他呀，他上次一阵沙尘暴就把我吹到很远去了。你把这个小金蛇插在他帽子上的眼睛里，可以吸取掉一部分他的能量。然后我在这边用你的冰豌豆攻击他，以抵消他的太阳能量。等到他的力量不足以维持他地上流沙的陷阱时，我就冲过去把他的头给拧下来。哦，可是我怎么过去呢？我直接把你丢过去就可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烦人的小鬼，怎么又是你？你把什么东西插到我头上了？太阳神，你快把卡片还给我吧。再不去救出法老，整片沙漠都要没了，到时候你吸取了再多的阳光也没用了呀。你在这说什么废话呢，小鬼？沙漠没了，可是太阳是永远在的，只要太阳在，我就能一直变强。你们这些卑劣的小木乃伊的存活与否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可是法老就是为了保护住这片沙漠和沙漠上的所有僵尸，才不小心被僵尸博士暗算的。他现在身处困境，你却都只想着自己，法老知道了该多伤心啊。别废话，赶紧给我下来，不然我就要让你尝尝我太阳手杖的厉害。